我们每天禅修，就是需要去面对我们的心念，直面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平时关注的都是外在的世界、外在的生活，但是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决定我们的行动，其实是我们的内心。那我们的内心呢，是有各种想法，各种心理活动，在无尽的轮回中，我们在自己的内心里边，不知不觉的形成了各种想法、各种心理。那么正像佛法讲的，诸行无常，我们的念头也是充满着无常变化，同时也因为我们的是无明的关系，我们对自己的念头是缺少一份觉察，缺少一种智慧关照，所以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的被这些心念所左右，不知不觉的也在纵容很多不良的心念。那我们现在做禅修，要去认识自己的心念，要去管理自己的心念。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也不是不可以，关键是要有方法，要训练有素。我们只要通过正确的方法，通过不断的训练，我们是可以认识自己的内心，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内心。面对我们的心念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，那就是无常变化，那就是不稳定。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在禅修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心长时间的安住在一个地方，持续的安住，止，这个止的信念，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持续的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。我们觉得这样的一种专注，不散乱，
不掉级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困难。其实呢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除了念头以外，我们的内心都有一种深层的稳定，就是在这个熄灭的背后有一种深层的稳定。就像我们看这个虚空，这个虚空呢，风雨雷电变化不测，但是虚空的本质它是稳定的，它是不变的，不会因为风雨雷电，虚空是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其实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样，我们有妄心的层面，在这个念头的背后其实还有一种像虚空一样的心，只要我们跳出念头，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的体认到念头的本质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像虚空一样的心。那就是我们需要从念头的陷阱里走出来，从念头的牢笼里边走出来，我们就能够回归到像虚空一样的心。这个心是稳定的，是很有力量的。当我们能够安住在这样的心的时候，其实它是不会散乱的，它也是不会分尘的。所以修行呢，也不是说我们只是靠有为的这种力量去管理自己的念头，管理念头，纪念念头，其实这个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扫段。我们通过专注力的训练，慢慢的开启我们内心的一种觉察力，有了这个觉察力，我们的内心就开始就有力量了，在内在的这种关照和觉察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不容易散乱，甚至就不容易随着念头左右，甚至我们也有能力去照破这些念头。然后随着我们的心慢慢的静下来，我们慢慢的就能够体会到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这种深层的稳定。我们一旦体会到这种稳定，我们对自己的修行解脱就会更有信心，就会变得更轻松。最后你发现真正的修行是不需要用任何力量的，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。那就是佛法讲的从有为到无为，无为就是没有造作，体会到没有造作的心，他不需要做什么，所有的做什么在修行的过程中只是一种方便，
这种方便。通过做什么？目的是为什么？目的是要帮助我们体会到不做什么，体会到没有造作的这个心。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，我们将会变得更轻松，更有力量。